国际狮子会是世界上最大和最积极的义工服务组织，它的会员遍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We help many, many people in China. 狮子会员解决多种社区需要，并领导国际的力量来结束可预防性失明。自1990年起，狮友们的视力第一活动已经拯救了全球3000万人的视力。视力第一活动将国际狮子会于1997年带到了中国。Because of the hard work of the Lions in Hong Kong and Macau, we are able to make it happen. 全国建立了许多定点的治疗点、治疗医院。我们医疗队每到一个地方，培训了当地的眼科医生。那么在世界第一中国行动第一阶段项目里，为全国104所县医院建设了眼科。经过短短几年的时间，到2000年，我们的手术能力就提高到40万例。We have built up a very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nd Lions of International. 我觉得我们在国际狮子会在白内障复明这个方面合作相当的成功。世中行动目前已经提供了500多万拯救视力的白内障手术。If we treat one patient, we also help the one family, also help the society. She's excited.中国和国际狮子会的合作在中国的卫生事业发展和民众健康水平的提高上是一个历史性的，是一个开拓性的，也是一个有着巨大贡献的这样一个合作。世中行动打开了在中国建立狮子会的大门。2002年，在广东和深圳首先成立的狮子分会。As of today,Lions of International is the only international service organization being officially permit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大约有近400个积极活跃的分会，每年都有更多的新会成立。狮子会的足迹、服务的精神已经遍布了我们全国各地。中国是国际狮子会的会员发展最快的地区。我们去年还有25%的会员增长率，还有谭荣根先生于2011年成为国际狮子会总会长，这正是在中国加入狮子会的大好时机。2008年，四川省发生强烈地震，狮友们做出了回应。我们狮子会会友都是最早到灾区去做救灾工作，发挥了把我们服务的精神传播到那里，带动给那些灾民不仅进行物质上的帮助，还给他们心理上的疏导。中国的狮友亲自运送食物、水、药物和帐篷给灾民。They are not only demonstrating the spirit of Lionism, but they are also demonstrating the spirit of being a human being and to help those in need.这是展现狮友们解决紧急和长期需要之能力的另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全世界的狮友捐赠了300多万美元，帮助重建四川，包括永久性学校、新的房屋和其他很多项目。I just feel so happy and so touched when I see the people we help.防盲症和改善视力仍然是狮友们在中国的服务活动的基石。By doing the Sight for Kids project, we can give the kids glasses to help them live a better life.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呢，会得到很好的效果。中国的狮友积极地参与了由狮子会国际基金会赞助的新的儿童白内障行动。20-30% of the child's blindness in China is caused by pediatric cataract. With the help of pediatric cataract initiative, the situation will be changed. More children will be helped and they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 因为在深圳以前是没有这个自闭症小孩专门康复的地方。那因为我们去关注这个群体，把这个自闭症康复中心健康的运转起来了。那我想我是为这个我们深圳贡献了一点事情。
提高接受其他专科保健治疗的机会是另一项成绩。很多患有兔唇的孩子是孤儿，由于接受了师友们赞助的手术，这些孩子被人领养而过上正常的生活。We donated 65 benches in the Chaoyang Park. Visitors, they can have a very good rest there and enjoy the park. We would like to have all the members of the world to plant trees together and to make this earth a greener one. 中国的室友正在透过服务在地方和全球社区中成长。最近他们组织了一个医疗队到非洲去帮助肯尼亚和乌干达的贫困人士。室友们也在准备第三阶段的示踪行动，这次将会注重低视力和沙眼症。这个满怀抱负的活动目的是在2016年前消除中国的沙眼症。因为政府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们作为 LICE 呢，只能做一个补充，作为一个需要政府照顾不到的地方，我们去做些照顾，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其实所以作为一个 LICE 应该做的事情，从未有比现在更适合加入狮子会了。大家逐步的感到，我好了，我生活好了，我要帮助别人，要尽自己的责任，要推进社会的文明，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Lions Club International is a big family. Then we are able to work together to make this world a better one to live. Lions!